非常的棒，邓姐，邓姐有郭老师跟我打称，郭老师给你耳乐功，你有够赞，有够激动吗？谢谢，如果我看到帅哥，就会记得郭老师啊。谢谢各位长官，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谢谢，那么很高兴呢，今天在这么美好的气氛下和你见面哦。今天呢，特别为您准备了不一样的音乐，那么希望带给你一个快乐的暗暝哦。为大家来慎重介绍一位国宝级的音乐大师，一最擅长的是夏威夷吉他。我们欢迎郭玉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郭玉南啊，受大家的欢迎，阿拉弟兄哦，已经77了。哦，看不出哈，年纪。我若讲我年龄吼，大家拢会怀疑哩。连医生吼，我身体欠安，啊去找伊，伊看我病历，电话来讲，哎，先生，你20年厝哦，77呢，好无得看，哎，你搞保养哦，伊讲我搞保养，我讲无啦，我嘛不晓安那保养，我是吼爱耍乐器啦，爱唱歌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唱歌吼，迄、那个。你若笑阿爸，阿唔是阿笑啦，安尼啦，阿笑甲唔知影人老安尼啦。哦，原来你就是爱唱歌，哦，唱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心情好，看下你食补。你讲个拢伊也相信嘞。谢谢医生姑娘，我们对啊，唱歌心情好，看下你食补啊，系啊，真正是有影代志咯，所以唱歌。会当较快活，阿嘛较袂老，请大家尽量来唱歌吼，像咱市场咧唱安尼，很快乐哦。啊，唱会心情好，看下咧食补。那个啊，有人讲啊，我唱歌歹听，无爱唱，这是唔对。唱歌歹听更加够爱唱吼。那么有的人能够唱歌的人嘛，是比歹听唱较好听起来。那自从咱卡拉 OK 流行起来以后呢，所有的乐师，大家拢无头路啊，对无？无专家。啊，郭老师嘛真久吼，我互人请出来咧表演。啊，那嘿啊，那应该讲话，阿总吼，敲电话甲伊讲，郭老师今仔日要来遮表演，伊半暝啊吼，含面就答应伊啊。对啊，那么会使讲郭老师有这个福气，通来遮甲各位见面。啊，咱嘛就有福气，今仔日会当去听郭老师来演奏这个无同款好听的夏威夷音乐。首先呢，有人先带来这首呢。请大家静静来甲伊欣赏咱台湾的名曲《琥珀梦》，以及着世界的名曲《玛利亚·玛丽》，谢谢。
谢谢，很好听哦，听得非常的啊，一公婆啊，相守岁相，谢谢。对啊，拄仔拍拖，我做恁大趁钱啊！哦，啊，拄则袂记拍拖，即摆无拍。拍拖啊，吼，我做恁兜趁钱，别人兜无趁钱。谢谢。啊，无，贝贝一首歌呢，那用海外语带来弹起来，感觉真特殊，味道嘛拢无同款。为什么这么好听的乐器，那会愈来愈少人弹？你敢知影？以前所有的舞厅，拢嘛有乐师伫咧弹，互人跳布鲁斯。啊！大家拢对这个浪漫的美罗里跳到忙忙忙。遐个老师呢，自从无舞厅弹好弹，伊就将校外吉他放放去啊。讲校外吉他若弹慢歌还好，啊，若要弹快节奏，非常歹弹。舞厅以外呢，所有要弹布鲁斯的所在呢，无人要听，所以就不爱弹。啊，无得看人咧弹，就毋知影这是啥物乐器。有一天呢，郭老师伫音控表演的时阵，有一个老阿伯就。再来甲郭老师讲，好少年的，你弹迄中山琴有够好听，我就爱听的呢。迄、那个阿伯拢讲唔对。迄阿伯无达个讲唔对啦。是吗？伊对啊，讲唔对啊，讲。为啥物？伊讲中山琴是唔对啦。对啊。啊叫我少年的是无唔对。哈？迄个老阿伯叫我较老啊。哦。啊，原来迄个阿伯是七十八岁。那阿姨。伊讲中山琴哦，我才听啊足伤心的，啊想真久唔捌忘记着少年的吼，啊听这琴哦是袂到后摆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先来去呢，咱听听一首好爱的名曲。这款歌呢一定爱用乌克丽丽来伴奏。我手中这支叫做乌克丽丽，大家拢当作伊是玩具，其实伊是好爱用的音乐呢，已经上重要的乐器。那么今仔日呢，为着郭老师。我安尼足辛苦，连个手足疼。校外吉他音乐吼，拢一定爱有鼓咧咧弹奏，拢有鼓咧声音。带来这一首《开玛拉希拉》。谢谢。
偶像哦，偶像哈、哦，起掉讲笑嘞，你是当笑嘞，赶紧去变。哎呦，老师一样的困不起哦。拢袂老哩，有啥垃圾的啦？会哦，我朋友。谢谢，那么。夏威夜歌呢，用假声来唱吼，袂歹听吼。郭老师，夏威夜歌一定爱用假声唱吗？嗯，夏威夜歌吼，哎，大部分拢爱用假声唱的。啊，拉丁的歌嘛有啊，嘛用假声。是嘛？啊，若袂晓唱假声，就袂当唱这种歌。假声大家拢会啊，假声若讲袂晓哦，你叫会教讲话啦。大家拢会啦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我试看卖，你敢会晓？老师，你够行？到去碰到小阿妈，我袂歹听，还袂歹听。来，你试看看。好，你够行？爱安尼啦吼，上台练练拢较灵活嘞吼。啊，要练吼，爱骑机车出去外口练上好。即摆这个时代吼，你若讲有伫咧塞车吼，啊，比啊较平，比比哦，要人要，拢要人要信啦。阿婆要想嘛你过，安尼啊？哦，大家拢想嘛你过。哦，真诶哦。啊，坐夜市啊嘛同款啦，夜市啊吼，你讲头前个人分了咧蛇来冻掉咧，安尼啊？哦，大家想足紧咧，拢想嘛你过。你话讲吼，去夜市咧唔叫声。是哇，安尼阿爸你卖叫我去。那安尼吼，咱大家知影吼，即部爱甲学起来，骑机车的时阵，也是坐牙齿的时阵，阿公是郭老师教你的，大家拢容易过。那么有一首歌呢，可能咱现场的内面真少人知影，这是咧描写咱早期农业社会男女咧谈恋爱，一种纯纯的爱。迄个时代的青年男女拢较保守啦，吼，拢是爱在心里口难开，一种感觉。这是郭老师写的歌词。是要写出迄个时代的心境吼，心爱的人过去都市，有钱人的子弟，心中的无奈只有家己知，认真打拼较实在。本来这首歌是要写给伊的学生唱，啊，因为当好要入去录音室的时阵，当变声期，那么老师呢只有家己唱，所以变成郭老师的第一首唱片的歌曲。那么人知哦，无缘的要出嫁。
我想要甲大家讲，我昨以前的偶像是王建民，我今仔日开始吼要换人，可能以外偶像是啥？到狗腿，郭老师偶像真多哦，还是粉丝真多哦。那么有一年热天呢，郭老师伫咧日本表演的时阵，伊就希望买一支名牌的夏威夷吉他，因为新的足贵啊，所以伊想要去当店买。伊日本的朋友就带伊去东京阿萨库萨一间专门家己的当店，就带伊要去买。你拄啊热天，迄个老板就甲伊讲吼，热天无法度，因为日本的夏威夷的旺季吼，夏威夷的旺季吼，所以你爱寒天来吼，足侪蔬菜你拣。原来日本的艺术甲咱台湾同款哦，七月的时阵就提家己去等，那大月会有空会较紧甲伊收倒来。唔知郭老师感觉做过这种代志？哈，是吗？好。那么接下来老师讲要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这首歌我特别要甲恁慎重介绍，就是两位港星，一位带你下港的港星叫做郭玉兰老师，伊是下港的港星。那么另外一位就是带你西港的港星，我叫做冰冰。我在西港，我也是港星的。那么为咱带来这首拉丁的歌曲《天色啦》。谢谢。